要要。一样的这种人，大家介绍一下，他不会看，就是我一个好朋友，红人优生机的过来小姐，Queen Nest 的 CEO， 二楼 LBC， 他说他一楼很小，然后都不要乱坐，我干，我会带，我不会坐楼梯，拜拜拜拜，好，你不要乱坐，我的你敢乱坐 ，BCW， 他是一个。非常有个性，太有个性了，狮子座了，就是很典型的狮子座，蛮硬派的饶舌歌手了，很害羞。可是呢，一旦当他进录音室之后，我一开口啊，完全是变了另外一个人。他是我好朋友，那另外一部分是，我很喜欢跟很有才华的乐手合作，因为那个东西出去的，他的火花真的是会有火花的。有有，哎，你今天我们晚上大概十点十一点要跟设计师开会分级的，你今天有看到图吗？有看到图吗？晚上跟他开一下会，方向没什么问题啊，没什么问题。可是我觉得那个红，他那个红色的那个太，我跟他讲太多了，对，我觉得那个红色应该要少一点。对啊，晚上回来，他是希望先做感觉，然后到时候照片会再更密，因为还没。正式挑照片嘛，只是说晚上来的话，你这样剩下四个小时，今天那个要写的事情，对，你要写两首歌，两首，你要写那个 talk show， 明天是节目，我也是定下午两点，走，对，我等下先忙一下工作，然后我可以帮你找 beat， 你先弄，好，加油，开工。最需要负责任的就是我，时间的分配不是那么好。进度如何？非常糟。我去买杯咖啡。你要不要先写那个、啊？要不要先写那个 talk show 的词啊？圈圈找呢。I hate myself, I want to die, motherfucker. BTW 的这张专辑会遇到如此的瓶颈，其中 Instagram 要负上50%的责任。Instagram 现在是唯一有跟外界可以有接触的一个媒介，不然我完全是过自己的生活。所以我可以。可以完全不理网络，然后自己留自己。你知道人生有时候是非常艰苦，因为打从你眼睛张开睡醒，你就他妈的要想今天三餐要吃什么。Yo， 每次都这么 chill。我觉得我跟其他人的方式不太一样，是我是先成名，然后我再做东西。因为我现在还想要加一些东西是。我老家的一些照片，你没有到很厉害，就是现阶段这样，你其实的生活上的一些转变就不是很适应，所以变成我在适应那个压力的情况下，然后我要保证我做音乐的质量，意象一点的东西，比如说钱、海水，或者说风景，或者说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东西。然后我选择的方式就是暂时性的逃离这一切，自我放逐一下。从 BTW 开始进入制作期后，其实基点基本上每天遇到都是他很低潮的状况。你昨天有睡好吗？昨天还好，早上才睡。我觉得他内心一定有两个人格特质。他进入写歌模式开始逼自己的时候，他就会呈现一种很不爽的状态。
我是觉得他进录音室的时候，感觉让我觉得他没有准备好，觉得他虚虚浮浮的，对，没有那种要出唱片的歌手该有一个霸气吧，跟那个跟 ready 的感觉。就要唱同音的会比较跟这首歌比较合。刚菲利普提我觉得还不错。高位还越都朝下，真的老师歌声越来越少，但上次老师歌声越来越鸟。上课没看我一下穿着他的脊椎，从头到尾就是都同一个音符的。老师歌声越来越鸟。导致歌都越来越鸟，上课没看我一下穿上他的脊椎。你说这里吗？课没对，我们整段这个步调。每一天都是低潮，每一天我都觉得很痛苦。每一天的快乐只有一点点，痛苦是占最大的多数。我做这张专辑真的很痛苦。向右转，阿姐，阿姐。讲一下今天的进度。Fuck everything。写不出来。有啊，有写啊。他对东西的要求其实是比一般人的标准还要高出非常非常多。他某种程度上，他的完美主义者已经到了有一点神经质的地步。对他对这东西很要求，他一定要给出的是最好的东西。我有的。我有的东西就是挫折感，然后压力，然后跟一种不可以让人失望，所以一定要在时间内把这事做好，那种感觉。有，阿姐，讲些什么吗？啊？讲些什么？今天怎样？你要想加什么？还有一首。对啊。加油。你需要一点酒精吗？需要一点时间休息一下，然后再回来用。不然现阶段这样，我觉得我这样很累了。我现在就像一个橡皮筋，你已经拉到极限了，在极限就要断了，干。要回去几天啊？就这样。我待在这边也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啊，干，写跟垃圾一样，靠呗。反正我就想照自己的方式做，就这样。好，拜拜。不啰嗦，头也不回我就走，一点也不留恋，马上离开。因为我觉得这地方让我觉得充满了压力，想要去到一个我觉得舒服的地方。我觉得没有什么离开的。起来第一个会去的地方，然后我很喜欢在那里刷牙，刷
系 ，Takivan King Family 好吗？其实铁树年纪跟我一样大，然后以前是超矮，然后以前准备要回来大武的时候，或是准备要离开的时候，哇，真的是我表哥家，这里就是 B Step 单元这个房间，里面这个房间就是我表哥他有很多 C。之前在一些访谈也有提到过，那个房间就是这样。今天是瓦臭，因为我们家家族是红木家族。一离开台北，然后接触到台东的空气，我就一到那个地方，整个人我觉得觉得很轻松，家乡的空气、阳光。水啊，人，联合梦境，传说中四年一次大型。我们在地的农作物。这条路很漂亮，完全没有任何的光害，什么都没有，晚上会很漂亮。这样刚 real trail， Welcome to the jungle。No one ever know， 够好的朋友才来。My Vans on, I said force white， 新型新浪潮，没有别的路。So choose ain't no tattoo， 我有的只有差，对不大是 real quick， 秒把体操给剁碎。截然不同的他，家就是有那种很神奇的魔力，因为有那几张照片，然后才想把那个感觉记录下来。就是很不可思议，在这么短的期间之内，他可以生出一首歌叫《东岸》，就这么。我觉得我第一次听到就觉得，它会是一首很成功的 hit。家乡给我的那种能量放在歌里面，然后去感动别人。很喜欢他的声音，他没他更可爱。老师怎么那么难看？我上次见到你就叫那个嘛。对。你还不太想理我。没有啊。有啦，我真的赖阿杰，你过去。你帮他的 vocal 加一个 delay， 四分音符的拍子。我印象中有一次是他唱《心不了情》吧。哇，不要啦，那时候很丑。Reference Man 这个东西是。很久以前，我很喜欢 B.E 的一首歌，他这个歌叫 Rap Phenomenon。Rap， 对，老舍 Phenomenon 现象就是 B.E 那首歌讲的就是，他是在老舍圈里面，他是现象级的一个人物，他是一个很屌的一个人。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很有印象 Phenomenon 那个单词，就觉得我看 Rap Phenomenon 很酷。然后有一天我就写这个，然后其实那首歌像就是跟中国嘻哈这样，其实蛮久有一段时间了。可是我一开始为什么没有很想要丢这首歌，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要，我希望大家可以更单纯的去享受这东西，而不是单纯的去享受然后去喜欢它，而不是因为中国有嘻哈这种东西。
就是这个热度，所以我一直没有在那个热度上面做音乐，原因其实有一个点是在这里。从来没在开玩笑，色狼就是未开炮燃烧，哎呦学了点我 style， 洗了谁的脸，带着一股真正解脱气，到了 my diss， 他只饶舌歌手，见我全部泄了气。我觉得他现在经历的一切都是过程，就享受它，因为人就可以活成像这样都已经很屌，但是我觉得他会越来越屌。对着你的枪口直接拼命，无法对抗，长夜连环运就杀手，上瘾这种感觉要我怎么收手？因为一切的发生对我来说都非常好，他一炮而红，红了之后合约立刻来，合约立刻签完之后还是立刻要做，其实东西是没有喘息的机会，他算是一个天才型的。害怕遇到还不赶快洗洗睡，阿杰他让我看到一个希望，就是说他可以帮台湾目前这个沉闷的音乐圈加了一些新香料，就是让整个这锅汤可以再度的活跃起来。老者的过程陪着原住民老师巅峰多么过人，看他们老师帮手帮脚的技巧超鸟，那玉律改练全部就好像没人的超跑，说你潮流在我看来你是唐吉诃德，对于饶舌喜欢而我难免苛责，深刻在你身上留下烙印无法割舍。他今天可以 关在工作室一整天，但是他却可以突然的某东西捅人，在可能半小时来的摆出一些，害怕遇到还不赶快洗洗睡。我永远记得，就是当时混完音之后啊，我给一些朋友听，他们都觉得这个歌跟这个人一定会有一些回响的那种刺，的那种刺激感。然后听完是鸡皮疙瘩会起来的那种感觉，已经很久没有这种让我觉得有这种感觉的歌手，所以希望阿杰加油。他都是在跟自己对抗这个过程，他就是唯一能超越的就是追求完美的，他最什么都要很最帅就对了，反正不帅不能输。认为现在大家所看到的 Loco 是他自己最真实的 BZW。当初那些最痛苦的时候，我觉得做音乐让我最痛苦的时候，但是到最后这样去想的时候，会发现我最讨厌的一个东西，到最后还是因为它给我能量，让我继续下去，就是音乐。我期待有一天他可以带我去看 NBA， 然后我们坐在场边，湖人队 ，OK， 吃饭一定要有汤，牛肉面可以尝遍每一家牛肉面，然后好吃的他就会记起来。他一直吃巧克力，不知道他超爱吃那个巧克力豆，一直在吃，一直在吃。我在旁边，我觉得我也差点得糖尿病，后来发现这样不行，这样可能会死掉。好，那我们访谈也差不多了。Yes。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大家说？我觉得够了，这纪录片记录了半年，让我充分的领教到什么叫做没有意思。每天起来就是被拍，干嘛？在我看来你是唐吉诃德，对于饶舌喜憨儿，我难免。